我们看这一题，我们来解这个对数方程。好 ，x 要大于一 ，x 要大于九，所以结论是 x 要大于九。然后呢，我现在以二为底，这个的话哈是 log， 这是二的平方嘛。好，那二呢弄进去以后变成二分之一，哦，这个是 x 减一的二分之一次方，等于是 log 以二为底 ，x 减九，那再减多少 ？log 以二为底，二的对数，哦，这个刚好是一，所以我就晓得哈，这个就根号了 ，x 减一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除以这个了 ，x 减九除以二，乘过去以后两边平方，那就变成四 ，x 减一，这个给它平方 ，s 平方减十八 x 加九九八十一，那这样的话把一过来 ，s 平方减多少？二十二。二十二 x， 八十一加四，这个是加八十五了，等于零。好，那这个能不能因式分解呢？我们看哈，八十五了啊，五一五嘛，五七三十五，十七加五刚好是二十二，所以是 x 哈减五。x 减十七等于零，那所以 x 哈等于十七或者五不合，为什么？因为 x 要大于九，所以答案是 x 等于十七。